家知道日本当红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吗？他呢可是现在最红的国民偶像之一，甚至呢连很多的真人歌手都还比不上他。像上个礼拜呢3月9号还被定为初音之日呢。什么？你说你没有听过？真的是太不优了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就一起到手机上去体验初音未来的迷人魅力吧。在日本，超人气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魅力真的无法挡。从电脑游戏、TV game、大型电玩、动漫画、卡通、玩具公仔等等领域，都可以看得到她的魅力。甚至初音未来的美妙歌声也将传递到行动平台上喽。Sega 表示，他们将推出针对行动平台所开发的游戏《初音未来 Miku Flick》，范围包含 iOS 所有的游戏平台，让玩家使用 Flick 输入法，依照荧幕上显示的日文字母，配合节奏输入正确的歌词，让初音未来演唱美妙的歌曲。而初音未来还有多套服装可以变化造型，绝对让玩家看了振奋精神哦。想要感受初音未来的无敌魅力吗？赶快用你的 iPhone 手机或是 iPad 平板电脑玩看看就知道咯。